通讯部前副部长扎西迪在大选时被巫统开除，如今他宣布将会投靠公正党。扎西迪更放话会有大批巫统领袖跟随他的脚步。阳光日报报道，扎西迪透露他将会在2月4日向公正党提交入党申请。他还说，许多巫统领袖，包括在中央拥有高职的领袖，在听说他的动向后向他吐露了退党的心声。扎西迪强调，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和最高理事没有遵循程序就大肆清党，引发党内大量领袖和基层的不满。他还讽刺地说，阿莫扎西开除唱反调的领袖情有可原，因为这是阿莫扎西继续掌权的最好办法。幸好阿莫扎西不能开除法官，否则法官通通会被开除。另外，同样在大选时被巫统开除的沙希旦认为，巫统的清党行动将会巩固阿莫扎西在党内的地位，但也会削弱巫统的政治影响力，最终让国盟在来临的6州选举中取得更好的成绩。